张德培曾，那谁借的？我一朋友，他问我，史硕清出事那天晚上，七点钟之前你在哪儿？那天音乐会完了以后，有时装表演，我在后台来着。不对，宾馆里的服务员可以证明，七点钟之前，你身穿一件黄衣服，坐在大厅里的人正是你，你能否认吗？ 我没有必要否认，我只是坐了一会儿。坐了一会儿？难道仅仅是坐了一会儿吗？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应该明白，服务员手中那只盛苏打水的杯子，只放下过一次，而唯一有可能接近那只杯子的人，只有你。 他呀，这正好嘛，那正好让史先生的车送你回去嘛。哎呀，你真傻，我怎么能让他到棚户区去看见我们家那个穷样子？那怕什么？再说，你知道嫁给他了，他已经买好了去香格里拉的舞票。你就陪他去跳舞好吗？不然他会扫兴的。嗯，我尽量赶回来。不行，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，我不能。穿我这件。 丁小姐，可以吗？不，我。林静音气。丁小姐，再跳一个吧。对不起，我太累了。那咱们喝点咖啡吧。更加舒适，360度循环水流，冲浪按摩周身穴位，迅速消除疲劳，令你回归自然，享受人生。 解放你疲惫的身心，海思集团。
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嗯，那这。